哎，师姐的衣服好好看啊！哇，好漂亮！是的，哎，你这有点像餐厅服务员，说实话，穿的。那也是客人，我也是，我是迎宾，我是服务员，我是迎宾。我们今天是复古风是吗？有主题的对吧？对，什么主题？说一下。我们今天是复古主题。复古主题，那你介绍一下你这身？我这身是来自于就是西方复古的那种造型。西方偏哪里？比较偏就是城堡。哦。城堡是吗？伯爵。好，可以。伯爵就是全是动物。我这个就真的很复古，因为就是从奶奶到姥姥到妈妈，就是人手都会有一件。那这一块是？这块是奶奶奶奶忘补了这一块。这块就是刚出门是刮了一下，是吧？刮破了。这块太狠了。各位地球玩家，你们好，今天是元婴大冒险的第六天，也是你们地球上的小年夜。经过大家的努力，元婴之石即将被修复。请大家继续加油。好的，继续加油。好的，继续加油。今天有两位飞行玩家加入，哦，请玩家出场。等等，会是谁呢？都是老玩家，怎么又是你呀、啊？我走，走，快点，现在。万一他下一轮游戏增的分很多呢？好了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们去拆好不好？不，你没理解我的意思。我理解了，你不要说那么委婉。你这个小朋友，我发现你有点。但你要想的是，你们未来还要不要在一起？未来不在一起啊。各位玩家，我为大家读取了布布的盲盒记忆。万万没想到，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，还没当上盲盒原画师，就已经被老板否决了48次了。这已经是我的第49稿了，我竟然被一个娃娃难住了。再做不出来，就收拾东西回家。好吧，如他所愿，我回老家了。好久没回来了，好怀念这里啊。看到这些年少时的珍宝，瞬间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年纪。红白机竟然还能用。我觉得你做歌也好，做音乐也好，就是我觉得也并不完全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吧，其实也没有关系。这听歌就跟怎么说，跟交朋友是一样的，也有缘分在。我觉得这是一份美好的一件事情吧。红白机我没玩过，我小时候玩第一台游戏机是 PS4。哇哦！好秀啊，这是老的那个机子，对对对，插进小霸王嘛，小霸王，对。柱子，我们现在要做什么？今天玩家们需集体闯关，解锁布布的盲盒，并开启布布。哦，所有关卡结束后，原力值达到600才算闯关成功。600。但是请注意，今天的冒险还有一些特别之处，具体是什么？我会在第一个关卡结束后再告诉你们。好的。人家特别第一个关卡即将开启，请全员前往 X 空间。S 空间那边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你管我呢？真的不想看见你。他怎么这样？他这么对你，你怎么还是会回来找他？为什么要找你？为什么要回来找我们啊？我们早就已经没有什么交情，已经破裂了。这看起来，哇，今天这么舒服吗？哇，今天我们的待遇这么好吗？我要粉色的，来，坐。今天是看电影吗？电影趴。这是啥？第一个关卡，童年大闯关。本关共有3个童年经典游戏，
分别为冒险岛、马戏团和吃豆人。每位玩家选择一个游戏进行挑战，每通过一关可获得10元力值。我一个游戏都没玩过，马戏团我没玩过，打开就知道了，其实又不知道。现在已经出无限的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开始吧，开始吧。请第一位玩家出场，并选择你要挑战的游戏。我觉得让女生先选吧。好，女生先选。林雨，你看你要玩什么？玩那个马戏团。怎么用啊？这你按 start。你要按 start。来了，不，快快快！我们来看他能坚持几秒吧。好，结束，拜拜。谢谢大家。这个就得多玩多试。我按着跳，它不灵光，跳走了。对，这有点消极了，这一把玩。我玩冒险岛吧，来吧。顶他，顶他。跳，蛋有蛋，哎。漂亮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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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输就输在了咱们WOW上。这个WOW给他好大的自信啊！哇！不是，你们不要骄傲了，我说你骄傲，不要这样。哦，我是吃豆人，那怎么玩啊 ？Start 是吗？我在哪儿？下面这个张嘴的这个，对，我是。对。哎，我怎么控制不了？你别靠近他们啊！哎，不是，他不受控制。哎，我走了。下。他一直在追你，快跑！这个不受控制的，这是有别人在控制他吧？姐，手柄好在你手里。多试多死几遍就知道你，因为什么了？你来吧。那我能玩什么呢？你玩点什么冒险岛什么的？吃豆人很难。你玩马戏团，第二关我来。他第一关都过不去，怎么还第二关？吃豆人吧，往上了，是不是不好操控？为什么不？你快点摁右和上。这样。反正你要到之前就摁。你干嘛去啊？我跑啊！哇，好极限呐！我让我试一下，我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很沉。哎呦，这游戏太难了。这真太难玩了。哦，这个游戏30多年来都是这么玩的。来，柱子来，柱子你玩一局来。有请下一位玩家进行挑战。那我玩马戏团吧。马戏团简单。请双膝着地。表示虔诚。哪个是跳？哎，助跑呀，我可以，哇塞，别急啊，哎呦喂，别急啊，别急嘛。我跟你说别挤嘛。
哥，我这哥，我现在想说你别急啊。好了，好好玩了，好好玩了。呀，哎，你该跳不跳？跳，走嘞，走，跳，跳，跳，连跳，漂亮，跳，漂亮，跳，跳，连跳，连跳。没了。扮鬼鬼，我也要马戏团。为什么都跪在这玩儿呢？哇！跳！嘿！啊！啊！啊！鬼鬼，你别把手柄掰碎了。鬼鬼，别急哦，鬼鬼，鬼鬼，鬼鬼，你别跳，你别跳，跳！喂！鬼鬼。有钱哦，不要急哦，你别吵，你别吵，不要急哦，有钱不要急，前面有火的，你不要急嘛，跳，你重心低一点，你重心低一点，有火嘛，急什么嘛。没了吧。